Hello， 大家好，我是腾腾。我们今天呢，继续来分享这个蛋蛋堂的需要你帮忙，还有这个储值教学哦。那我们要储值的话，我们只要来到它的这个官网，那在它下方这右边这两个就可以看到有台湾储值跟港澳储值。那你是台湾的话，就点进去，然后在这个页面登录你的账号，然后就可以直接储值哦。像它在这边选择我们自己的角色名称，然后呢，这边就可以直接做储值的动作。好，那讲完储值之后呢，我们来跟大家分享怎么兑换这个序号。那就直接点上面这个序号兑换，然后一样会进来这个页面。那在这个页面呢，你们就去输入你们的这个账号啊，就可以进来。然后我这边呢就开始分享这个礼包嘛。那首先第一个这个是 GUN56， 这个是那个雷电的，不过我这个已经输入过了，所以可能会显示说已经领取过了。好，那接下来下一个的话是这个 GT56， 那我这边也是直接跳过，我这个也是领过了。那接下来下一个的话是 VIP， 然后 56，VIP56， 那我这边也输入给大家确认一下，确定是可以领的。好，那接下来的话是 DDT， 然后 58，DTT， 然后 58， 然后我一样再输入一下验证码。好，这边也是兑换成功。那接下来下一个是 CUT5520。好，那接着也来输入一下，确定是可以用的。这个 MPN2MPN。好，兑换成功。那接下来下一个的话是 AWESONE49。好，那接下来的话也是领过了这个 DDTTW， 然后 FASHION。好，那接下来下一个的话是这个 STED， 然后 AYSTEADYGGS， 然后我们一样接着输入这个验证码，然后点击领取，领取成功。那接下来下一个是 DDTOGETHER， 好，那接着 NG， 然后 5N， 好，那一样继续领取，这边也是兑换成功。那下一个的话是 DDTSPECIAL， 然后 QEGN， 好，一样领取，验证码不正确，好 5DVY 这样子 ，OK。那再来最后一个的话是 TTDD 啊 ，DDT， 然后 ESTGIFT， 然后 4KEQ， 好，那一样领取。这样应该都是可以成功兑换。那我们之后就可以来到我们的游戏画面里，他们的左上角这个邮件，我们把它打开来。那在这边的话，就可以看到有很多主题是这个序号奖励，还有 gift code 的序号。哎，那我们来看一下公测加码奖励哦，领了一个武器扭蛋券啊，还有个宠物扭蛋券。然后这边其他还是有蛮多金币跟武器的强化东西哦。有首饰的经验珠、修炼药水，然后还有 25% 的幸运符，然后这些剩下的应该都是差不多都重复的一样东西哦。好，这边有一个强化是二节，那我们要直接全部到收取邮件，那这样我们加起来领一领的话，这个领到的强化也是蛮多了。可以看一下，这个光是强化石就快要破百，然后还有这种高级的强化石。好，那我们这边用个称号卡来加点那个战斗力哦，还可以用一下那个武器扭蛋券，不过这个要十级才开启啊。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就把再多玩个一下吧，感觉这个游戏也是要氪金氪蛮多才能够变蛮强。奖励找回，然后活动中心这边看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活动，活动是蛮多的啦，而且哇，轰天碎片这个免费咯，然后每周礼包这边也是免费。来吧，那我们接下来来稍微来打个自由战好了，来开始。2v2， 不知道这对面是真的还是电脑，好像只有我们身上有这个强化之力，蛋王之力。
对面应该是电脑、哦，只有100多点血。这样很轻松的就获胜，战猪 VS 羊的，翻个卡，好、哦，升级了，解锁了冰冻技能，来看一下，去多人副本看一下，邀请一下。有人了，模拟思潮，不知道这会不会很困难？来，先击退十只蚂蚁再说。哦，这里直接 max。目前左边比较多、哦，还可以用个冰冻，稍微缓解一下。不过应该直接除掉应该就可以了。那这边再丢一下，这没炸到。应该还是尽量弄到中间这边比较准一点。好，这样成功获胜。虽然空了几发啊，应该还行。好，接下来关卡二又是这个蚁王了，而且又是我们在前面。打一次458，这样我们射两发是比较好一点。我用了护盾哎，这个是怎样？刚刚没看到他说什么词，要接着打吗？而且他这边还红红的，那个红红的是什么意思？攻击的范围，那我们就不用管，我们继续攻击。好，终于可以用大招了，来。690，好，这样就成功胜利了。好吧，那我们今天这个蛋蛋堂的最新需要你帮我分享就差不多拍到这边咯，我们下期再见，大家拜拜。